嗨，我是 Kelly。 尼斯湖 Loch Ness 是苏格兰高地最著名的湖泊之一，因为传说有一个尼斯湖水怪的神秘生物居住在湖中而闻名于世。据说有人在1933年拍到水怪的真面目，究竟水怪是否真的存在，至今仍旧没有证据显示有人看到，究竟是人为炒作还是真有其事呢？至少很成功地带动了这个小镇的观光。尼斯湖经常被评为英国鸡肋景点，来看看好天气和坏天气对比。实际上一个景点是否好看和天气有很大的关系，而我们今天运气真的很好，看到了最美的尼斯湖。小镇还看到有这种可以调节水位，让船可以逆流而上的设施，据说这在英国是挺常见的。短暂停留之后，继续踏上了我们的旅途。伊莲朵纳城堡 Eileen Donan 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城堡之一。公元七世纪时，这里本是小教堂，教堂立于三个湖 Loch Long、Loch Ausch 和 Loch Dodge 的中间，位置有利做攻防之用，于是扩建城堡垒，负责守卫国土。1719年，西班牙人侵略苏格兰，炸毁伊莲朵纳城堡，破坏严重，惨遭遗弃。幸好1911年 McRae 家族后人重夺城堡，做大肆修葺，重塑中世纪面貌，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。伊莲朵纳城堡是半筑半堡垒格局，两个高塔做防卫，两层外墙能抵挡炮击，墙与墙之间仅供一人通过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除了大厅和厨房真是面积大之外，其他如书房、睡房、洗手间真是细得可怜，楼底又矮又细，层层都有秘密通道，楼梯弯弯曲曲，阶级又高又窄，每个墙角都会挖上一个小孔。以前有守卫整天坐在小笼前，用肉眼做 CCTV 监视。伊莲朵纳城堡号称最浪漫城堡，哪里浪漫？你看出来了吗？在前往酒店的途中，我们来到天空岛中部的 Sligacan， 这里有一座斯利格亨桥。这座石桥建于1820年代，有三个的拱形的桥墩，是那种中古世纪游戏里会有的传统石桥，搭上背景起伏的山脉，真的好美。在桥下，我看到有人趴到水边，据说这里的水可以美颜，原来他们是在这里许愿，永葆青春。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，那么这两只狗狗真的青春常驻啊。看的图，我们已经从苏格兰的最北端来到了苏格兰的西部的天空岛。Isle of Sky 是盖尔语，翻译过来应该是迷雾中的岛屿，因为 sky 和 sky 两个词太像了，也被诗意的翻译作天空岛。整座天空岛人口约10000左右，而岛上最大的镇就是 Portree 波特里。今晚我们要入住波特里的 Sky Inn， 也是小旅馆，房间真的是超级迷你。我们一连两晚都将住这里。港口小镇，平日里只有3-3-2的观光客在路上走，路上很清静。走到港口，一整排粉色系、带着柔和色调的三层屋子林立在路边，后面是山丘，前面是港口海景。其实波特里最为人所知的印象也就是这一整排缤纷的房屋，无数游客慕名而来，其中有一间有很好吃的炸鱼薯条。鼎鼎大名的斯托尔老人岩，大概是所有来高地的人必定会来的景点。为了一睹老人岩日出的景象，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。到达停车场，沿着标志牌指示的步道前往苏格兰老人岩，全程约3.8公里，需要爬升约240米的山路。这里的山凹是一片大缓坡，典型的冰河草谷地形。朝日温暖的光线开始突破云层，照在美丽的天空岛上。走在这些巨大的奇岩之间，真的颇有异世界、魔界场景的感觉。
关于老人岩这地名的由来与传说，大概是这样：一位老人跟他的妻子被敌人追逐着，在逃跑路上，妻子意外坠落悬崖，老人情急之下喊了妻子的名字，结果中了诅咒，变成了一块岩石，老人岩就此永远守护妻子。几年前英国有个摄影比赛，冠军作品就是在山上拍老人岩的，也怪不得这里吸引电影《普罗米修斯》及《变形金刚》来取景呢。离开斯托尔老人之后，便准备寻原路回停车场，途上频频回望这些巨岩，边走边赞叹，一直耳闻高地的风景壮丽，今天终于领教见识到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天空岛最北边的岩壁，连绵的玄武岩壁 Kilt Rock 其地貌宛如苏格兰群的皱褶，因此又名为苏格兰群岩壁。从岩壁中倾泻而下的米尔特瀑布是从附近缪尔特湖流入，于悬崖顶部垂直进入海底。我个人在苏格兰天空岛最喜爱的地点是 The Quarren Cuthrain， 在巴士行进间其实就已能感受到这山丘的壮丽，登高后再次被这景象给冲击到。Quarren 是远古时代山崩造就的的景，景色真的蛮奇特的。2017年上映的电影《亚瑟王者之剑》就是在这里取景的，岩壁延伸进大海的绝境，那种荒芜感真的好有电影场景的壮丽感啊，但还是无法表现出莅临于现场那种震撼。站在山顶还能看到远处一个心形的湖，比人文词造诣差，无法用太多词藻来形容这片美景，只能说好美啊。当我们来到 Nest Point Lighthouse 已近日落时分，天涯海角是天空岛的最西端，代表一日旅程的结束，把我们苏格兰的行程也即将接近尾声。这次行程的重头戏对于许多摄影爱好者是来到电影《哈利波特》的取景地之一格伦菲南高架桥，来拍摄蒸汽火车行驶过多拱桥的经典画面。最后一个镜头，我们即将回到首都爱丁堡取道回国。这次行程我们从首都爱丁堡出发，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绕了苏格兰一大圈，最后一站回到爱丁堡。入住整个行程最奢华的一间酒店是公寓 Dargio， 房间的设施相当好。有厨房，可以自己买菜做饭。位置也相当就角，就在老城的中心，出门就可以逛街。夜晚我们在老城的市中心闲逛，愉快的旅程圆满的结束。